像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，抬头命运射灯光柱罩下来，剩我跟你。难道有人离去思想显出好，光阴有限，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。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过住同样一双臂，不必挑选我们成大器，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，见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？我仍珍惜这啖气。听闻相依为命，评审声底好，我中意你把声。多谢。我其实我觉得你都唱得几好啊。好平稳咯。好直白啦，唔係好表達到成首歌個情感，即係我覺得好似字幕機一路出字幕咁。係啊，濕太圖有少少。OK 呢邊。哦，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我都幾受歡迎喎，發現咗。係啦，有愛有愛，可以揀一個同你 PK。我揀大佬啊。OK。大佬。俊生。So I guess we just be living in a dream. 为什么我要对你掉眼泪？是为了爱，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，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俊生，挑战成功喎！好啦，咁我哋讲评语先啦。我就十萬個不願意想用這個形容詞形容鐘先生的了。其中有一句呢，他唱掉眼淚的時候呢，我是覺得挺性感的。喂，你不要說好害怕。哇，那我麻煩扣回盞燈。他贏了，真的他贏了。不是，我是很喜歡他的感情的演繹的，雖然他的唱腔是很老成的。另一點呢，我要提的就是這個你真的要改，可能他很真性情。我按燈的時候，我見到呢即刻愁咦，你應該是要全程投入在這首歌當中，不要被評判發現呢咦有兩盞燈了。是對的，其實是的，誰不給眼燈我呢，我就看著誰。就只爭他了，現在是啊是啊。Harry， 我講完你不會打我嗎？就是怎樣你的低音真的很穿透，不是那麼多人到得那麼低，不過你選了一首純鋼琴的歌，
好靜嘅，相對嚟講，我要求個音色會高少少。如果你揀首有 rhythm 嘅歌咧，可能咧我就會撳咗落去。多謝你，多謝。好 ，thank you。係。多謝你參加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咁我知道晉生，你係咪有一個計劃㗎？係啊，冇錯，係冇錯。每一位中年嘅人咧，其實背負住好多唔同嘅包袱噶。我決定會退賽。嚇！其實我長住海外咯，咁我其實陪伴唔到我個仔仔成長。咁但係當佢同我講話，爸爸唱得好好聽咁樣，其實我更加內疚。中年人有唔同嘅目標。有唔同嘅抱負，我係時候要翻翻去我嘅工作崗位，繼續去奮鬥我另外一個夢想。咁喺呢度要同大家告辭啦。晉生，我好想多謝你，將你一個咁深情嘅感情啦，放喺《中年好聲音二》呢一個咁有愛慕。多謝演員。Take care. Take care.